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师父，我们是来自奥地利啊，今天很幸运抽到号码，啊，我想问是1994年属狗的，就是你边上那个女儿啊？对，我的外甥女。哎呀，想问她的婚姻和健康。你这个外甥女啊，我讲话你不要介意啊。哦，没问题，师父说。她傻傻的，经常被人家骗。对对。听得懂吗？嗯，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人挺好的，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自己出钱，倒过来追人家。有一点小问题，你要记住了，他有两个，身上有两个毛病，身体不好，一个是腰。哦，对的。对不起，属什么再讲一遍？属狗的。一个是腰，还有妇科不好。对。正常的生理不正常。小丫头，你感情运有三次会伤你的，在命根当中应该有三次，你现在告诉我几次了？很伤心的，小的我就不算了，小的很多。两次师傅。两次啦，那你接近成功了。感恩师傅。明白了吗？他要念大吉祥天女神咒，每天49遍，这是求婚姻的，听得懂吗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要念往生咒，就是以后不要再吃活的海鲜了。啊，没有，吃长寿已经拜师了。他现在啊，已经2年了吃长寿。嗯。哦，小丫头啊，颈椎不好啊。对，师傅。其他地方还可以，人已经比过去胖一点了，过去很瘦。对师父。那现在台长告诉你要多吃玉米，你多吃玉米的话你会转运的，你脸上会有光，你身上会有能量的。你这个女孩子每天早上爬不起来，浑身酸痛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哎，不要去看男孩子好看不好看，要看他正规不正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他如果念经的，这说明这个孩子想学好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师父。以后在奥地利公修会里面找一个学佛的男孩子们就好了。感恩师父。不要去乱找了。傻的嘞，你台长爷爷告诉你，你第一个谈的还是算不错的，只是到了最后你们脾气不和。第二个表面上很好，到后来吵架要打起来的，所以你后来就怀念第一个了，你想还不如第一个好呢，你又发短信给第一个了。台长爷爷连这个都看得见。对师父。对对。他有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这个狗啊，图腾啊，在原地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他没有脑子的，他想不出办法的。他一碰到问题，他就转来转去，就是哎呀，怎么办了？听得懂吗？以后叫他碰到问题，念7遍心经，静下来5分钟之后，就会有感应。就会有菩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了。国语还不错嘛，国语还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啊，师父，我的外甥女她想问一个问题，因为她下个星期要结婚了，她想问这个婚姻好吗？第几个啦？
是第三个，刚才第三个我不是说蛮好的吗？对啊，三次嘛。我看看啊，这个男的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九三年属鸡。93年属什么了？属鸡。属鸡的。属鸡。是吧？对呀，师傅。哦，个子，哎呦，个子还没你高嘛，跟你差不多嘛。对的。鼓掌。哎呀，哎呦，整天粘住你哦。对的。整天粘住他。哎呀，又发微信，又发，什么信都发了。对，师傅。这个男的还可以，你们可以生活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如果你不好好念经的话就不行了，你要教他念经了，你要教他信佛，听得懂吗？信佛他就不会出去乱找了，否则的话他会出去找人的。你已经这么高了，你为什么鞋子还穿这么高啊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师父，因为我矮呀，师父。长得倒蛮高，打篮球吧，上得也。好了，两个人还可以的，结婚两个人还可以的。想问一下师父，什么？还可以问一个亡人吗？可以啊，讲吧。是他爷爷，他长叫什么名字？几几年过世的？2016年过世，他叫卢中烟，大陆的卢，炯炯。叫什么？卢中烟。卢啊？卢大陆的卢。大陆的卢，第二个呢？炯炯有声的炯啊，华陆勇，华加个同，火字边加个同啊，华，中华的华，火字边放一个中华的华，是不是啦？不是那个同，同学的同啊，同学的同啊，火字边，2016年过世的是吧？2016年，零六年，2001年。他爷爷啊，很好啊。他爷爷人很正直啊，现在非常正直，而且人也非常好，非常愿意帮助人家，人很好的。对的。我看到他了，眼睛也蛮大，眉毛蛮浓的，头发往后梳的。对呀，师傅。恭喜你了。我不知道你念经没念经啊，给他超度过没有啊？有啊，他妈妈，我妹妹有念了，很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现在在天上，在御界天。对呀，有，我妹妹有梦见过他的。好啦，在御界天。好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好啦，结婚不要昏头，听得懂吗？好好的过日子啊，君子之交淡如水，好好的念经，你才能好得长。否则你再婚姻再失败的话，你就要出家了。我看你，好了，去吧。感恩师父，感恩特别关心菩萨。